孙家人对波从未输过，这一刻魔二代感到了死亡的恐惧。待浓烟散去，却发现他竟硬扛了下来，不过显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主持人惊讶地发现魔二代头上的触须，蓝奇惊呼道，那不是比克大魔王吗？人群瞬间骚乱，观众纷纷逃窜，只留下主持人还在坚守岗位，敬业地解说着。魔二代突然开始施展某种强大技能，炸裂的能量令石头飘起，然后爆碎，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快速变大，直到十层楼那么高。悟空惊讶，蓝奇抓住主持人问，这算不算犯规？虽然主持人说不算，但就是算也阻止不了啊。变大的魔二代速度依然很快，被攻击的悟空只有狼狈逃窜的份，跳起躲避，露出破绽，被锁定狠狠打落在地面。魔二代抬脚准备踩下去，突然天津犯说要上去帮忙，悟空赶紧阻止他。魔二代暂时停下进攻，嘲讽道，就算全上也无所谓，这也算给悟空争取了站起的时间。他一鼓作气开始反击，从魔二代裤裆穿梭到他背后，一脚踢向腿窝，魔二代一个不稳直直倒下，接着抓起他的手指竟直接来了个过肩摔，身体越大伤害越大。魔二代表示很烦，再次发起更凶猛的攻击，悟空躲呀躲，每次都是擦身而过，惊险无比，终于抓住机会跳到魔二代头部，一脚踢瞎他一只眼睛，就在准备打向另一只眼时，突然魔二代眼中发射激光，直中悟空膝盖，趁你病要你命。魔二代一脚踩下将悟空踩扁，大家都以为悟空死了，但狗空怎会死？过了一会儿，魔二代的脚竟被他生生抬了起来，两人一番力量竞争，最终悟空胜利，直接将魔二代撂飞。得意的悟空说，如果你再大点，可能我就扛不住了。魔二代说，谢谢提醒。他再次发力，消耗了庞大能量后，身体竟再次增大，直接来到五六十层楼那么高。变大后的他声音也变粗，邪恶的对悟空说，这下你连我手指都抱不住了。但谁知悟空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先跳起躲过魔二代攻击，接着直接利用反向龟派气功瞬间进入他口中，在肚子里一阵拳打脚踢，疼得魔二代疯狂咳嗽。悟空再次狠狠踢出一脚，魔二代终于将他咳了出来。突然悟空甩出瓶子给天津犯，赫然一看正是封印神仙的那个瓶子，赶紧打开瓶盖，神仙顺利脱身。原来悟空早已盘算好一切，一步步引魔二代上当。魔二代不再维持体型，化为原身，愤怒的再次攻向悟空，两人瞬间消失在擂台，就连天神都捕捉不到身影。突然天空响起打斗声，悟空和魔二代疯狂的肉搏，你一拳我一拳，拳拳到肉，悟空被一拳揍落天空，下落的他竟喊出龟派气功，接着双脚直接打出气波，像火箭炮一样再次冲向魔二代。